米酒，旧时叫醴，用糯米、腊月里酿制。春节时款待亲朋，故又称腊酒。2000年开始做起，那么开店做个辰光，才主要才做了自家出店，到过年嘛，就是亲朋好友送一点。那么到现在为止嘛，等那个有些才要都卖点嘛，那么就是多增加点。那么现在做了比较多点，这两年嘛，每年做出来总共1000斤米到1200斤咖子。那么有些嘛，等大小弟兄们要家里向拿过来一道做点，自家嘛做起来稍微多点。每次做米酒，朱银奎总会喊上大哥大嫂，还有女儿女婿，一大家子忙活。放多点，放点也成。你不要急，一个好点。刀子修高了嘛，先梳梢，一定要梳梢。那么梳梢之后呢，拿来嘛再去加工，加工嘛就要加入糙米，还需要加工，加工要加了糙呀，就不推到弄筐呗，等各种一层就那个米上香，那么这个得分得开。那么你如果加了白的地方，你或者烧完烧好嘛，就牵到牵出来嘛，就全部捏起来。因为米大米只有条半个辰光要分得噻。那如果讲做搿种烂坏几年，搿个都叠几年就捏起之后，半个月你就发酵发勿形成了，发勿好了。那么炒米来之后嘛，开始搿个如果要开始做了的话嘛，就要进搿个进到搿只缸里向，用丝线进了，基本上一般嘛都进到捏死小的。那么要看一个阿里山呢，要看气温，气温了高点就经个时间短点，气温了这个低点就经个时间稍微长点。因为蒸起来个辰光蒸温度蒸了嘛，这隔三个呀，那烧完那个又隔三个。24小时的浸泡会让米粒吸水膨胀，易于热量快速传递。同时，朱银奎会在自家小院里搭一个柴火灶。天刚亮，糯米就要从缸里舀出，放在残扁上沥水。院子里的灶上，一大锅水正在加热。
搿只屋里向水开了之后，呢搿只洞装上去之后呢，里向搿只针线搞好之后，开始面放落去，放落去，放一面面那么等一些，下底刻下一点沙粒，那面上再加落去。那么整个一栋面从开始到正好大概总要需要吃40分钟，一般都个每一栋么总个40到50斤，那么点么50斤，稍微切点40斤，这个基本上。那么刻搿只光光了大小么，半家伙搿么就或者分两栋就稍微切点。或者分三栋稍微点，搿个再切点。那光大嘛，或者要多了嘛，或者再增加三栋、四栋。搿拉看搿只光，搿只光小了嘛就少做点，搿只光大了嘛就多做点。木桶的蒸屉上的纱布保证了热量不会被糯米堵住，一层层覆盖，蒸熟不烂。这度全靠十几年的经验。糯米熟透需要立马冷却，这个米蒸好之后呢，拿过去烂切，烂切嘛就是讲用金丝来浇落去，浇落去那个时间要快，速度要稍微快一点，因为浇了麦子了，淋了蘸酒的地方了，搿点米要粘开，万一了粘开了，因为搿点米烧了，勿是等于全部像烧锅煮那个粘了一样了要死。那么等于搿勿粘开个前提下，那个烂切脱之后呢，那倒出来之后，让那个点米麦，搿点饭麦松了，松了点也拌出来匀称。那么要不了发现什么就做出来一个鸡的那个要运行地方要发不了，到要挖胎啊，那么如果发酵起来你比较匀称，你发酵起来比较好。冷却的过程很快，一桶米大约需要2桶半斤水，水从糯米中快速滤过，带走大量热量。老师傅可以根据滤过的井水温度来控制糯米的冷却程度。这个零度几个点四，零到五几个点五，这个点细格一般，这个零到这个点四提出来，等于搿只细格就测得小了，葛末总共在辣辣三十这个35度左右，葛末就这个样就可以了。那如果了，如果侬拿上去搿只细烫的话了。弄搿点米饭也烫了，搿点也拌了起来，搿点鸡鸭的搿点筋要吸脱的，搿个所以呢，搿点温度要掌握好，搿点就可细格了。冷却后的糯米一刻不停，趁着余温将酒料均匀拌入其中。酒料的量是整个发酵过程的关键。每次入量根据每一桶米的多少而定，多了酒烈而不香，少了则会泛酸无味。不就像我这米烂切好之后，拿进来把那个不加鸡鸭给它加糊的，把它加糊的之后用那个搿点米嘛搿点饭嘛先弄松，提松等不用不松之后，那么再按那种的翻转了，等于也加落去。搿侬搿点压了加了匀称了嘛，又加了匀称又好发起来均匀，加了了不匀称就发起来不均匀。搿了所以你不要鸡鸭要不要来蛮匀称，而且速度要快点，慢点话你又不又腻，腻了结果它虚了才腻了。拌好酒药的糯米有着独特的香味儿，带着这份稻米清香和一丝丝温度，开始装进大缸中。酵母发酵需要空气，中间留有一个专门透气的洞，便于发酵和观察。一缸米酒大约需要蒸2到3桶糯米。全家人高效的合作，
能在糯米完全冷却前就完成装缸的过程。一旦装满，马上用厚实的棉布封住。一封了没有呀？有温度的，哪个点温度？又要发小温度，弄个点温度发不出呀？要常温保持了，要这个30度左右再发小。封了之后，过这过3天4天可以下。那么这个在头里像个积了满了，你等个点几年早已经发好了。发好以后呢，再加一点这个开始烂切好之后，再加一点水，那么再发小几天嘛，就可以出酒了。从封缸到出酒大约需要10天左右。朱银奎会顺着酒香来判断出酒的日子。最好的嘛用到道路，用到道路清了去，清了去给你聚道路里想法是给你聚早要到道路瓦死的嘛，给当中心叫外来到这一嘛。搿点建造搞在道路里面零零个，我怎么搞在搿种布袋？那我再给个固它，那我怎么敲敲个，就是搿样就可以了。经过竹篓滤过的米酒泛着乳白色，正是应了那句“莫笑农家腊酒浑”，看似浑，却是纯。短短10天，稻米的清香此时已是一股诱人的醇香。酵母菌仍在发酵，滤过的米酒用高温加热阻断发酵过程，用温度计不停搅拌，加热至50度，再经冷却。冷却后的这一缸腊酒才真正是男女咸宜的春节佳酿，甜而不腻，香而不烈，抿一口回味无穷。这可是朱银奎一大家喝了几十年的年味儿。我都大过天种出来米油，你们再做一点，做的东西再做一点，自己很喜欢喝的，这个酒喝也很好的。不割，植物的不割，而且是不是烈性酒，但是有酒。今年，朱银奎和70多岁的大哥一起做了1000多斤的糯米，亲戚邻里送掉了些，还有一部分是早早就来预定的外乡人。乳白色的米酒，红红火火的春联，酱一些辣味，不就是最淳朴的年味儿吗？